下面呢，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无懈可击亚洲巅峰音乐节的消息啊。作为此次参加音乐节的歌手之一呢，韩庚同学这两天可是忙坏了啊。虽然他最近都在北京拍戏，但是为了能在音乐节上给大家带来精彩的演出啊，韩庚只能无限的压榨自己的睡眠时间来进行排练。这又是熬夜又是酷暑的啊，韩庚的粉丝们是不是要心疼死了？走啊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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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会儿吧，好休息，好休息啊。耶！结束了电影《前任攻略》的一天拍摄，韩庚离开片场，准备前往排练厅，而此时已经是晚上11点了。这几天拍戏，能受得了吗？这天受不了，我浑身就热的已经全，我还穿了西服全透，我都有一个演员在中暑。不知道是韩庚有预知天气的本领，还是他的敬业感动了老天，这雨还真就这么下下来了。我说也说。